大家看你啊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看我是玉帆团啊，音乐嘞。音乐嘞，音乐离开了，被霸凌离开了，哇，音乐难过，可以有句句，好可爱哦，八点了，音乐你怎么这么的性感？性感什么？哇哇，立志要成为八点六的人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性感啊，自信刷，让小心。谁还没报到？谁还没报到？还有一个人，兔子女仆。哎，点名点名，谁还没到？谁还没到？举手。怎么举手啊？你知道吗？差一个。玉泉，你看我的头。洋洋微微。你真的、哦、？Hello、欸。对啊，玉帆团有没有？有啊。洋洋有啊。那是铁针吗？对啊，那铁针啊，有没有像玉帆团？有。有。哦，有，都有了，有中间日本武士头吗？也是有像啊。嗯，你们都开了吗？八点六，开了，开了，赶快来中间看美女啊！对啊，今天邀请了一个最美的实况组，哇哇，太美了，要跟他合照，天哪！哇，赶快跟哇挤一下，挤一下，要挤第一排，拍个照，景约，哇，拍个照，为什么啊？这是在干嘛？天哪，好热闹！来，有飞碟，黄黄的女仆啊，就从旁边开，影月不要低头嘛，抬头一下，你很正啊，影月不要低头，抬头一下嘛，影月表示害怕，影月乖，我在看飞碟有没有，看到了，看到我了，影月，看飞碟，是我的问题还是有人声音特别抖？有吗？谁特别没有？因为很多人一起讲话，很多人讲都是电子音，对，就抖抖的，抖音。你在看我，有人还没有把麦打开哦，抖了，正式开始喽，好不好？开始喽，坐月子，好，还没有，先自我介绍好了，好不好？他不是还有人没开麦？哦，有了。哦，记得要开麦，开了，三十六届今年最终战开始喽！我的，好抖！扎奇，来，自我介绍，大家一起开抖音。喂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墩墩，谢谢。谢谢你不是抖抖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谢谢。哈哈哈哈换我了吗？对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拳，谢谢。开始不能接上了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尾呆犬，不客气。我直接 pass 了，直接 pass。下一位。下一位。哇，是他。下一位。这个主角。主角。你还有三十秒的时间可以说。哇哦。下一位。还要再拖27秒。太快了。那可以唱一首歌来结束你的辩论。你有唱广告安端机？不是已经选举完了吗？对，这个还有补选。哎，你是不是在影射什么？没有补选啊，马上有。没事，继续啊。没事，继续。繁星，下一位。谢谢。这个是直接断麦了，是不是？我是阿纪，谢谢。我是巧克力，我旁边的人好正啊！谢谢。打不了。捶背啊！谢谢。可以。
然后我要趁现在赶快多看一点我前面那个台，等下就看不到了。等下，我也要去看，我也要去看了。忘记开了，我也开一下。哎，到了吗？对，我是狗鱼。哇！哎，那个开网页的，那个站最远的，站最远的，在彩虹上面踩的。换我了啊！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哲平。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频道真的非常适合大家看了、哦，那个一定要去看一下、哦。什么啦？我好尴尬。下一位。嗨，我是傻下一位。傻，我是鬼下一位。我的天哪！零零。零零，你是零零，零零，我是零零，不是零零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谢谢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，然后我今天喉咙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可能讲话比较小声。好，下一位。啊？这是怎么了？我好想要开的，我第一次这么想要开着台看台、欸。嗨嗨，我是张婷婷，初次参加 UHC， 大家好。你好。啊？哎、欸，新人？谁？新人有新？新人。所以你是用演员的账号吗？你等下被砍了哦。哦，新人有很危险、哦，有借账号的哦，还可以这样的。那我也去找代打好了。这也行。纳吉，我是纳吉，好久不见。纳吉，好久不见，超久不见。纳吉，哦，好久没玩这个，不知道会不会第一开始就死了。我不会杀你的，搞错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现在是缩圈吗？这游戏现在会缩圈了，对，会缩圈喽。哇塞，我上次参加好像是半年前的。哇，我保证不杀你，OK 的，好不好 ？OK 的。下一位。行。啊、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团团，感谢大家，拜拜拜，还没开始就先拜，没有，因为最后一位了。好，既然有人半年没参加，还是介绍一下书了，对啊，好，其实即便半年没参加，书都差不多了，没有关系。你们有没有什么看不懂的要提问的？讲嘛，就你们根本不想了，讲一下啦。这次21人参加，一队三个人分7队，随机分队，然后就这样跟以前一样。好，我是分3队，1队7个人。没有，然后同样没有开放同队伤害，不用紧张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其他的也跟以前一样，难度锁定在困难模式。那有开放地狱，有哎、欸，哇哦，幸运80分钟之内可以到地狱。如果你80分还在地狱的话，就会逐渐凋零而死。哇。然后有这些，哎，既然开放地狱了，没有酿造药水，好像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都开放了，你们都开放，你们都可以，你们能的话都去，好不好？都去。好不好？然后那个不会，你不用担心成就被人家发现，就是你挖到钻石，别人看不到，放心好了。可以自己隐藏成就，隐藏成就。对，然后今天的是剑说，会说到往下看。就是说这一间森林大白哦，森林大白就是要在这里面最终开打，蛮好的，八十分钟才开始说啦，应该是会被烧掉。最，哎，你说什么？对啊，因为去年有人把森林大宅给烧了，所以今年的防烧好不好？防烧，你的大宅防烧啊，烧不掉了，好不好？我想又要盖一个实况组之家了，对不对？防烧。嗯、然后说边界是80分钟，会说到最后只剩16格，说20分钟，然后开始说的时候就是永咒了，会清除怪物，然后顺便发光。对，
这些都很顺便，顺便，超顺便，要顺便吧。然后限制高度说一下好了，是到70到80，是在二楼大宅的二楼，二楼哦，二楼，二楼，二楼，也不是三楼，在二楼开打好不好？好，关九，他地下室吗？那个没有没有，没有不惩罚，有随机渡鱼，其他弓箭削弱，其他都随机渡鱼，随机哦，应该会哦，应该会，对不对？那取消取消，通通取消。刚好取消吗？没有药水了，没有龟仙了，没有水了，没有地狱了，没有没有房子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地狱了，没有迪士尼了，所以可以都没了，所以大宅可以烧了，是不是？不行，还是烧不起来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好。那现在要分队了，分队，好，好，好，随机分队开始，在哪里？哎呦，哇哦，哇哦，高明的，哦，厉害，和平，哇哦，为什么会讲厉害啦？那学姐，哇，那学姐，哇，恭喜你，哇，可以独角兽。这种摇分分开，那个十五分才开打，好不好？好，哇，我们跟学姐是紫色吗？我突然要真的，我要去黄在哪？这是什么颜色啊？这是什么颜色？对吧？干嘛？还是什么紫？不要。喂喂，你看 tape 难道有其他更像紫对的吗？我想到可能是紫，也可能是深紫啊。哈哈哈！好恐怖哦！会啦，对呀，有两个肉眼可见的甘蔗点，对啊，有这边应该是左上跟右下吧，表现啊，要穿过一点，对呀，嗯，我好怕，我不会砍树，这可以啦，这样不会砍树没关系。砍人，真是算半年没有玩喽，应该是还行吧，只要龟就好。这次就打龟龟战士，跟以前比起来就是打龟就好了。游戏非常恐怖。你要过了，嗯，那我去上厕所。偷偷观察一下其他队。繁星还有谁？纳吉。纳吉。哇，今天挨不起啊！那我要吵一点吗？啊，我怎么？咦，好像回来了。啊，你应该是没有错过什么。没有。你们是主战派还是组合派啊？派。就是遇到人的时候。苹果派。他们怎么可能会合啊？拜托。对啊，怎么可能会合、啊？假的。就算不站，就算不站，也是站在旁边看。啊。
我要先说，我完全不能被算作是战力哦。啊，我也不能当做战力，我打的都是龟缩战法。没关系，你们两个缩起来，我去打。那你万一你先离开我们了怎么办？我去消血量。哎呀，不要这样了。可以啦。我从中医剪到现在都是打到跪到最后，然后当一个搅屎棍在那边晃来晃。哎、欸，十五分了。Hello。准备喽。要开始喽。不知道会出现在哪里。跳劈城了。我的梦想。